现在差不多开始了，我先换一个音乐啊。But also, also I record my iPhone. I don't have to do it in the case of the machine or not. Okay.新郎或新娘不会介意、啊。
很多人我第一年刚来美国的时候，有一个教会说希望有一个礼拜天能不能唱一首歌然后呢我就安排了唱这首歌，然后呢那个牧师的师母就说，他说你知道吗，这是美国婚礼最常唱的歌我当时就是很难理解就是婚礼为什么不唱这个雅歌里面很多的这个章节要唱这个其实这个歌我们看歌词就是知道，其实跟表面上跟婚礼是没什么关系的，对不对为什么婚礼会唱这个歌这就是既然是奥秘嘛这个答案就留到最后所以我们要来看这个从雅歌书里面来看人的这个情感的问题，看感情的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真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的问题所以这个台湾的歌手唱什么，唱问世间情是何物，对不对只叫人生死相许，他的那个力量，感情的那个力量我们都感受到了，但感情是什么呢这又很难理解以前我在一本书上读到说，史丹福有一个意大利籍的教授教这个情爱论他的课总是排得非常的忙，忙到什么程度呢，你第一年入学就要开始预约选他的课，否则你就毕业不了为什么，你估计大家都是明白，因为这一生怎么被情所困不然为什么已经结婚很多年的人还要来听这个问题呢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感情的事情是很奥妙的柏拉图曾经提出过这么一个问题，就是大家都在想这是很美这个人很好看这个东西很漂亮，或者是音乐很好听，但是我们都感受到这个美的时候呢，这个柏拉图就问大家，那美本身是什么呢问倒了所有人包括问倒了他自己，所以这个美本身到底是什么在我们所谓的真善美的三个范畴里边，美是最微妙和复杂的，真与假我们虽然判断难，但是终究怎么？终究到有一个验证的这个方法。比方善与恶，我们多少按照中国人的话，按照孟子的说法是什么？是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但最难判断的是什么？就是美与丑，对吧？就是这个好，就是什么东西是就是艺术意义上的。或者是美或者不美的这个问题，真是我们简单一点呢，一道菜好吃不好吃，你说这很容易吗？太难了但是呢因为你觉得很难吃，人家就却认为是什么很好吃。有一个人刚到美国，发现美国的这些食物都不是人吃的但可是大家就很觉得很好吃所以呢这个审美的这个问题真是太复杂了，而且呢你以前认为是不好吃的，后来又怎么又觉得好吃就是认为很难吃，但是后来变成很好吃。你以前认为这个在梵高在他的时代，他的画人家会认为是什么乱涂乱画，神经病，不晓得弄什么这红一块黄一块，对不对然后呢一大堆油墨都放上去，但是到现在发现什么这个人才发现了天地之间的大美，真是奇怪梵高在活着的时候，他的画要卖掉换马铃薯吃都没人要可是现在呢几亿美元，真是很古怪，对不对我有时讲这个艺术的问题的时候，我就问那些听众，我说你们有没有感到很奇怪的一个现象是什么呢？比如说一朵花你很辛苦摘下去种子，然后培育起来，最后剪掉拿去卖两块钱，对吧，就两块钱。然后这个摄影师他在横拍竖拍阴天拍晴天拍，
啊，结果呢拍了一组瓜，卖多少钱呢？20万，啊，结果国家地理要了，啊，就拿去卖了20万，对吧？结果一个画家啊，就看着窗外的花，喝着咖啡，随便涂两个，多少呢？2亿。你会发觉，真的一朵花就2块钱，对吧？拍一拍呢，20万。涂一涂呢，2亿。所以这个世界有的时候为什么有很那么多人是暴发户，是没有，这是不奇怪的，对吧？这个美里面，审美里面有很复杂的这个因素在里面啊。我们都知道这个感情的力量，但感情本身是什么呢？嗯，真是太复杂了这个问题，对不对？但是我们在圣经里面有一件书专门来讨论这个问题，你可见为什么这个问题是如此的复杂，甚至整本圣经里面其中有一件专门来讨论这个问题，你就知道它的分量。那我们要从这个，我今天我想可能稍稍就是这是一个新的圣经的译本，叫做这个 Passion Translation。不是很贵，大概5-6块钱那个 candle 或者纸质的也不贵的，我推荐大家可以买来读一读啊。这个翻译很难说是严格上的那种信，就是字对字的或者翻译。抱歉，喝了点冷水。然后呢，但是他想要把雅歌里面那一种特别表达崇高神圣超越的那一部分的感情呢给表达出来。我看到这本书的这个书评的时候呢，我在准备这个题目很久，我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就买。那我在看这个的时候呢，发现那个书评看了几百条啊，这个书评好多人说这一个小书看得他很感动哭了。我想看雅歌书看到哭为止那是不容易的，结果这个翻译确实是很感人，这个翻译非常好看，欲罢不能。OK， 那我想要从这个基督教常常被人的两个很臭的认识，基督教常常被人被这种文艺复兴从启蒙运动以来。那到后现代一直有其中一个有一大堆的人认为呢，这个基督教是一种禁欲，是一种禁欲，是压抑人对这个性的所谓的这个解放自由，所以呢这基督教是一种禁欲派，所以呢是很多人把他们想要放纵的时候，他们的假想敌就是基督教。那所以你会看到这种美国的这些性开放，包括这个同性恋，他们的这个目标都是针对基督教，不是因为这个基督教真的对他们有过什么多么猛烈的伤害攻击或者什么，是因为他们传说中从中世纪的一个概念，就是说基督教是对人这种性自由的一种捆绑，所以呢这个基督教就变成了他们心目中假设的敌人。当然现在这个同性恋跟基督教之间的这个立场的较量越来越这个但是还好我们不谈这个话题。那么这个把基督教看成是一种禁欲主义的，所以你在很多书上都会这么描写基督教是对人性的一种压抑，对人性的一种捆绑。所以呢我们要脱开这个基督教的束缚，这是一种其中一种看法。第二种看法呢，认为呢，这个基督教呢，在这个对太世俗，对这种情爱之事呢，圣经中并没有这个禁止。我们知道，在世界上有真正的禁欲派，比如说早期的这个希腊的这个斯多亚格是禁欲派，那种苦修的那种要克制的，要。让这个洁身自好。我们知道在犹太教里面有禁欲派，比如说这个死海古卷发现了那个昆兰群体，那他们在那些地方他们不结婚，他们的代代相传不是因为他们结婚生孩子，而是到城市里面去收养那些孤儿，所以他们才代代相传。
那这些禁欲派他们穿的衣服都是白色的，要非常干净的啊，表达那种啊圣洁。但是基督教呢不是，甚至我们你们知道吗，犹太教徒35岁以前是不准读雅各书的，因为雅各书里面有太多这种啊给人感觉是很这个露骨的描写啊，比如说对这个彼此这种身体上面的赞赏形容啊，就是现代啊，你有的时候你很难公开这么讲，对不对？但是呢这卷书呢里面却写出来很多对人身体的这种赞赏和描写。但我们知道基督教其实既不是禁欲主义，也不是啊纵欲主义，但是在啊在这个在基督教看来呢，禁欲呢是一种错误。禁欲的错误在什么地方？我想先从现象啊入手，先不要触及那个比较本质的那个神学问题。所有禁欲的宗教或者是禁欲的主张，他们往往是这个非常混乱的，就是产生各种阴暗的这些的罪恶。你们知道天主教曾经有一段时间比较强烈的去排斥这种婚姻和主张这个独身，但是你们知道就出了很多的问题啊，所以呢有一本书叫做亲吻神学 The Theology of Key 啊，亲吻还有什么神学，但是就讲什么呢，讲那个中世纪修士和这个修女那之间这个偷情的故事啊，有的很多中国人就立刻啊感觉到什么，哦原来基督教也这么黑暗。那如果你看过冯梦龙的三言呢，那你就知道这个在三言里面，那里面有很多故事是什么，是和尚和尼姑偷情的故事，就是在明朝的时候，然后他描写很多这样的故事。这种禁欲的主张，彻底禁欲的，他会发展出来很多啊这种啊乱伦的乱七八糟的这类的故事。那为什么？其实这里面呢跟我们人的本性是有关系，所以中国人很懂啊，叫什么食色什么性也啊，是人的本性。所以这个香港有个电台啊，聪明无比，他用三字经来做广告，说什么人之初性本善，那个 sex is good， 那个性本善，那个性被不是个指的这个 nature 啊，是指的这个性。所以呢，禁欲的宗教或者是一些哲学的主张，它会产生很混乱的这种行为，是因为它违反了人的这种本性。人的本性里面就有这个冲动，就有这个欲望。你越是压抑，会怎么样呢？越是他会想要放纵。啊，有一个故事嘛，说有对父母。因为看到每天报纸上有很多那些性暗示的广告，然后他拿回家呢就怕孩子这个什么拿去看，对吧？结果他就害怕，所以呢每天孩子放学了以后呢，他家的报纸呢都已经是剪掉了，所以只剩下来那些被认为是健康的内容。结果你知道怎么回事呢？他家的孩子的每天放学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街上看他被他爸爸就会剪掉的那一部分，那到底是什么？所以呢，就去报警找，到底什么东西是他爸爸剪掉的？所以他的儿子呢，从小到大看的都是他爸爸剪掉的部分。你知道啊，为什么呢？这种啊，掩耳盗铃啊，这种是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的。那为什么会这样呢？保罗讲到非常的清楚，是讲什么？讲这个律法来了，什么？罪就活了啊！本来呢让你去做呢你也觉得没什么了，不让你做你怎么样？我偏要去做，我不去做就不像我，对吧？所以我们要什么 to be myself， 对吧？做我自己，所以我一定要怎么样，要表现出我是有个性的啊，我是独立的，我长大了，对不对？那所以我们要偏要表达。那我上海我有一个朋友非常霸道，他本来呢他那个开车看到那写的哪里不能停车，他就偏要停在那里。他说本来呢让他停他也不爱停，他说加了一个牌子我就偏要停那里，看他怎么样。
有一次碰到一个交警，说你这你不能停，然后呢，这那个他就下来那个教训一顿那个交警，我坐在车里看看这最后结果怎么样。那个交警最后行个礼，什么也没说，因为他就是很凶的，他有一定势力嘛，他在中国就是这个样子啊。OK， 那你会看到那种人本性里面的那个要被压抑呢，他就会反弹的更厉害。所以这种性的问题，你是不可能透过律法禁止啊可以得到解决的。所以很多有去年我去重庆，这个重庆几乎没有红灯区了，但中国本来就没有所谓合法的红灯区，就是指的那些活动在重庆已经很难找到了。那个出租车司机讲了很多这个故事，是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薄熙来唱红打黑，然后打击各种东西，结果就整个城市就扫荡掉。但是是不是没有呢？那个司机就透露了，他说也不是，不过是比以前更隐秘了。就是说这种东西没有办法透过这种权力或者你的一种很强烈的去压抑，或者一种教条来压抑，做不到。所有禁欲的宗教，它都会产生这种混乱。为什么呢？因为人的本性里面就有这个诉求。人的本就好像你需要食物，你需要喝水，你再怎么禁止，那这种需要是不会被化解或者泯灭的。但是我们知道纵欲为什么在基督教看来是错误的？为什么上帝创造亚当的时候不创造一堆这个夏娃出来，让这个亚当什么这个尝试，或者是哪一个是你的 soul match 啊，哪一个是你的灵魂伴侣，对不对？哪一个是最 match， 对不对？为什么就找一个？因为人心中那种对爱的渴望，它不是在指它的满足不在某一个人的对象的身上，有一部分是在人的身上，但是超过了那一部分，想要从人的身上得到满足，这就是错误的。所以人在本质上，在其实今天汤姆斯提到这个我与你的关系，在有一本书的代表作马丁布伯，受存在主义影响的一个犹太哲学家，这个维也纳有奥地利的，他在讲到这个我与你呢，讲到三层的关系。第一层是人与万物的关系，人与万物的关系，这种彼此尊重里面，你才能享受这个自然。如果你不断的去剥夺和破坏，自然界对人就会报复。这种报复不是一种他的意志，而是一种你对生态的破坏，就会产生各种灾难。那第二个呢，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彼此的尊重。那他那个英文翻译 I am thou， 这个 thou 就是不是不像 you， 而是表达一种非常的尊敬，就人与人之间有一种非常美好的关系。他们就是这种和谐的。那第三层呢，就是人的关系中的满足是人与上帝。他说当你相信上帝，那个上帝只是一个遥远的他，我与他的时候，那是一个冰冷的关系，是一个遥远的他者，跟你的生命没有那种亲密性，你就会在这种关系里面你就会有失落感。所以当我们把人把这个对方当成我们整个生命的满足的所在，没有任何一个人承受得了你这个期待。所以你找了这样的一个风格的，这样长相的，这样教养就是受不教育背景的，或者喜爱的怎样的一种一个对象，男的或者女的，你刚开始有吸引力，后来马上就出现问题，结果你就想试一试那种什么不同的不同的风格也好，或者是 anyway 反正总之就是不一样，也许就不同。结果你试了很多次以后发现，幸福是相似的，但是不幸什么各有各的不幸。这是托尔斯泰讲的啊，他说每一个家庭的幸福是相似的，但每一个家庭的不幸各有各的不幸。所以你给你甜美的那个记忆的东西很类似，可是给你痛苦的东西各有各的痛苦。为什么呢？因为人在纵欲里面，他其实他把一个终极性的东西寄托在人的身上，所以他注定就是悲剧。
所以很多人就说，那女的不行，那男的跟男的会不会好一点？所以很多人就开始变态。所以纵欲是一种恶，是因为它同样它超过了人在人的灵魂里面更深处的那种需要，放到了人的身上。所以婚姻很多的悲剧，就是因为它对你对对方来讲，就像上帝一样的那种终极的一个满足的实体，任何人都承受不起这种期待，一定会很糟糕的。那所以基督教的观点是，我们要正视这个欲望。我们在谈到欲望这个词，现在基本上是一种贬义词，但实际上欲望不是一个贬义词，欲望是一种中性的，看你怎么用。你爱钱好还是不好？你们当然说好了，是吗？这对很某一种情况下，你爱钱是表示你有理想。你在某一种情况下，你爱钱就是什么？就是贪财，对吧？各不相同的。所以以前中国有一首歌，我读初中的时候，中国很流行的一首歌叫做《钱呐、你是杀人不见血的刀》。就是说那首歌就是咒诅这个钱是多么不好，然后一唱一钱怎么不好，二怎么不好，三有十条，这个钱是万恶的。但是我那时候就跟着唱，但是一直想不明白，这个就是说钱它有什么罪过，对吧？是看你这个人才是根本，对吗？你可以用钱去做好事，你也可以用钱怎么做坏事情。那我们的这个欲望可以发挥正当的作用，你的欲望也可以什么呢？也可以毁灭一个人。所以这个 C.S. 路易斯讲到，人对爱有一种渴望，但这是一种非常冒险的行动。但是冒险你也得爱，为什么呢？因为你必须要有爱，因为爱所以你就要爱。但是呢，路易斯说，但是只有两个地方人不需要再为爱冒险了，一个是天堂，一个是地狱。他说只要你在人间，那你就需要有这种，你有爱的这种冲动，有爱的期待，你有这种爱的这种追求，那我们不如把它称为什么？爱的炼狱好了。所以呢，在人基督教圣经告诉我们要去正确的看待这个欲望，你要正当的使用或者说发挥满足你的这个欲望。所以欲望不一定是一个在英文就 desiring 就更加这个中性。你们知道这个明尼苏达有一个很出名的教会这个伯利恒浸信会 Bethlehem Baptist Church， 那个教会的主任牧师已经刚刚退休了，叫 John Piper。 他有一个网站，他写了很多书，那个叫什么叫就叫这个Desiring for God， 就是Desiring God， 我忘记了那个网站、OK， 那个就是表达在他那种一种人对上帝的那种一种 hunger， 那种饥饿感，面对上帝的那种渴求。但是同样的，我可以这么说，假如我们都没有性欲的话，你根本就不想要有结婚的动力，你信不信？你在二十几岁为什么很想结婚呢？其中一个原因是在性方面的冲动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所以为什么柏拉图、康德他们不结婚？当然这个柏拉图我不知道的，康德是因为不害怕结婚，然后可能害怕结婚，然后当然柏拉图更害怕结婚了因为什么？因为他老师的教训在眼前，苏格拉底的太太很凶的，所以呢，这个柏拉图就吓坏了，因为那个有一次，那个苏格拉底讲的激情澎湃的时候，那个他的太太说：“你嚷什么嚷？”一个从那个二楼就一个水泼，一水桶的水就泼到这个苏格拉底头上，整个是被他淋的这个一塌糊涂，所以他的学生就很尴尬嘛。苏格拉底说。他说：“大家不要奇怪，他说雷声过后必有暴雨。”然后据说相传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这苏格拉底说，
那如果你有一个温柔的太太，你就会有一个温暖的家。啊，但是如果你娶了一个很凶悍的太太，你将成为哲学家。所以这个柏拉图啊就被吓坏了，所以他就说啊，结婚就不必了，但是呢，恋爱还是要的。所以柏拉图提倡一种什么叫精神恋爱，对不对？所以我们叫所谓的柏拉图之恋，不是跟柏拉图谈恋爱，那种恋爱是以柏拉图命名，叫什么叫柏拉图之恋？意思是啊，我们彼此想一想就好了，那个身体接触，那对不起 ，sorry， 就拜拜。所以呢，但是这个康德呢，好像像斯多葛雅的那种洁身自好，会极端克制，什么东西都严格按照那个 order， 按照那个规矩啊。但是这据这个小道消息呢，他也是行为很不检点的。那人这种欲望，我们要去正视它，就是等一下我最后会讲到啊这个。人的本性，为什么我们有这种婚姻和在婚姻中有更超越的，或者说爱情中有更超越的这种追求，是有一个奥秘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呢，圣经告诉我们，欲望不是坏的，但是呢，它可能造就一个人，也可能毁灭一个人，所以我们要把它用的怎么合乎中道。因此呢，上帝他在创造人类的时候，他创造了一个男人，创造了一个女人。他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让我们去怎么样在我们的这种本性的这个需要，作为人一个正常的人的这种身体灵魂的这个需要，和另外一个个体的这种奥秘的关系。好，那我想呢，雅歌这件书我就稍微提一提了，我想这很快就过去了。就是雅歌的书呢，通常被称为所罗门之歌，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有几种的说法。一种说法呢叫 by Solomon， 就是这首歌是所罗门写的，所以叫做 the song of Solomon。 但是呢，另外一种说法呢说这个歌不是这个所罗门写的，但是什么 for Solomon， 就是说是人家写的献给所罗门，是所罗门早期的爱情故事。那有一个诗人呢，根据这个什么根据我不晓得哪里收集的消息，然后就把它写出来。然后这另外呢，也有认为呢，这首歌是关于 about Solomon， 就是说更是跟所罗门有关系。然后呢是，但是我们知道这个雅歌很可能是祖前五世纪的时候的这种收集编辑，所以到底是怎么样呢？现在不知道，但我们有肯定的是这个歌是跟所罗门有关的，那是跟甚至跟所罗门的故事，或者是跟给提献给所罗门等都有可能，但是我想有影响，但我们今天不来去更深的做这方面的 argument。 OK，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来跟雅歌书被圣经编排到这个智慧的这一类书里面。圣经里面有律法书，有先知书，有智慧书。那犹太人的分法三种，那我们现在的四种，所以还有加上历史书。那么雅歌书放到这个智慧书卷里面，我们看到在现代的圣经的编排里面，五卷这个智慧书，比方说约伯记。约伯记是谈到人生遭遇不测，一种意外的苦难，甚至一种莫名的你感到很冤屈的这种遭难，到底是为什么？那这是一个千古难题，这是一个在基督教的神学里面，这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这个问题，叫神义论。那么在约伯记呢，是要回答人在受苦中，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面对，但是在约伯记的最后，就是讲到神掌管一切，神在这个受苦，在人的受苦之中，即使不是因为人的某些具体的过错，但这个受苦仍然是对人的一种提升和一种祝福。那在诗篇里面是教导我们关于灵修的智慧，我们怎么样向神祈祷，我们在各种处境中应该是怎么样祈祷。
那在有一个，如果从心理学的角度里面，就是诗篇就是那些信徒心里面各种情绪的表达。其实在诗篇里面你会找到很多人是忧郁症，是很焦虑。今天很多基督徒很害怕，今天基督徒不停地鼓吹喜乐，但是其实圣经里面很多属灵伟人都是很忧郁的，这是事实。你说我这基督徒很快乐，但是将来有一天你认真读圣经也好，或者有一天你到了天上的话，你发现那些人曾经是很痛苦的。基督徒的信仰里面不是告诉我们本来你总是心情很不好，结果信主以后好像吃了某一种药，你每天的感觉都是很好。其实是指的基督教的信仰是指你在这种痛苦里面那种感受，那个困难还在，但是呢，这个信仰给了你力量，这个信仰给了你恩典去承受它，这才是改变的地方。就是不是一信主我们生活的所有艰难都没有了，而是在艰难中你可以不再抱怨。你对你来讲以前是一种 trouble， 是一种灾难，但是现在你会去承受它，甚至把它看为是一种 blessing， 是一种祝福，这就是很大的一个不同。OK， 那么在这个智慧书呢，在箴言书里面讲什么呢？箴言书里面就是讲这个社会的人在这种人际在社群中的智慧，比方说跟邻舍什么关系，一般的做生意应该怎么做，那跟人怎么打交道。跟家庭里面父母与儿女夫妻之间应该怎么相处等等，所以箴言书是教导这些实用的这种智慧。那么传道书呢？传道书是思考人生的意义，就是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究竟盼望何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我们的喜乐，我们的实现，真正如果用心理学上的这个马斯洛的所谓的自我实现到底在哪里，是不是妻妾成群，是不是你有写了多少书学术成就，还是到底是多少去过多少地方，享受过多么高级的那些的奢侈的生活。传道书是告诉我们日光之下的东西是没有永久性的意义的。我稍微提一下这个柏拉图认为这个现世的生活，世界上的生活都是暂时的，是残缺的，是短暂，是不完美的。而那个超越这个世界以上的有一个世界是完美的，是我们真正灵魂的归宿所在。那但是呢，很多人认为基督教的信仰受到柏拉图的这个影响。所以呢，新约里面教导说，你们不要顾念看见的，要顾念什么看不见的。保罗说，你们要思念那些什么天上的事情，要对那个 invisible 的那一个世界要更多的这个什么投入，而不是要对这个看得见的这个世界过分的这个关心。很多人认为这是基督教受到柏拉图的启发，那是因为说这样的人他们根本不认真看传道书。传道书比柏拉图早700年，所以呢，这个耶鲁教授，耶鲁的一个关于基督教思想史，可能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好，目前为止最好的这个思想史的教授，这个人叫做佩利卡，那他在一本书里面写到说，不是柏拉图基督教新约受到柏拉图的影响，恰恰相反。是希腊的这种对现实世界认为是短暂的，是非具有永恒意义的，很可能是受到传道书的影响。这是他的提出的一个，他是像他那样的一个学者，不是空穴来风的。他对文献的那种熟悉，我告诉你，如果你看一本书，只不用看一本书，你只要看他的3-5页，会让你绝望啊！世界上竟然有博学到这种程度的。比方说他研究哪一段历史，全部都是关于那段历史的那个原文的原点，到处这个到处引，随便什么文。他给自己的目标是每年发表几十篇文章然后8本书什么之类的。
恐怖的不得了。OK， 他的书不容易看，非常非常 的辛苦，很慢。OK， 好，那雅歌书要处理什么问题？所以我们看到从约伯诗篇啊、箴言、传道书，雅歌书要处理什么呢？雅歌书就是处理感情的问题，就是处理爱情的问题，所以这是放到这个智慧书院里面。但是雅歌书就这么简单吗？雅歌书是在犹太人三大节期的逾越节里面去读的。你们知道我一直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在犹太人的五旬节，在这个逾越节过后的五旬节，他们是读这个路德记。路德记为什么在五旬节里面读？这可以讲，可以理解的，就是因为是收割节，路德记 是收割的时候。但是啊、我有一篇专门的文章去分析这个。那另外一个呢，这逾越节呢是读雅歌书。你们知道逾越节是犹太人最大的节日，那为什么这个逾越节读雅歌书呢？为什么不是读出埃及记？你们不觉得奇怪吗？为什么读雅歌书？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其实以色列人真正意义上，亚伯拉罕的后裔真正意义上成为一个独特的族类，甚至一个独立的一个部落到一个国家，是从出埃及开始。所以他们念雅歌书，其中很重要的思想可能是跟上帝的爱和这个约有关系。那所以雅歌书里面很重要的主题就是盟约中的爱，所以可能跟这个是有关联的。当然这是其中的一个讲法。那但是我们要知道的就是，这一卷书在逾越节里面读，绝对不那么简单，纯粹就是谈情说爱而已。当然，要讲这个问题，我们要三十天全部来讨论这个问题都不足够。就是雅歌书在近的这个两千年的这个解释里面，那个叫复杂，争论之凶，超过圣经任何一卷书。就是一卷书在感情上表达的这么露骨的，为什么放到圣经里边？意义何在？按照一般人来看，就讲上帝创造的婚姻是好的啊，你好好结婚就好了嘛。为什么要这个做那么多的描述，对不对？那雅歌书有超越的，就是有超越这个男女感情的这个部分。虽然雅歌书里面很少出现神啊这个的名称。OK， 那这是一个非常出名的。Gordon Carroll 的这个研究雅歌的一个专家啊，我看他的这个导论啊，看的真是很过瘾啊，他很复杂，但是很有意思。我从他这本书里面，大家将就一下，如果你想要看得清楚，看不见的人，你想要看的，可以给你看一眼啊。那在他的这个分析里面呢，那这个雅歌书啊，一直有一个问题，就是他的高潮。男女同房是在第四章的最后第五章的开头，所以呢你们看到在你们看到只有一个 G 的地方，对不对？在这个地方就是四章十六节到五章一节，看到没有？这是高潮，整本书最高潮 的地方。那所以很多人就认为，哦，基督徒是可以婚前性行为是没有关系的，因为雅歌书就是这么做的。因为看起来他们第八章才结婚，爱情如此之间，可能第五章他们就有性关系，所以他们在甚至在第二章的时候，我因爱什么？因爱成病啊，他有病，就是相思病，然后说，求你用葡萄干增加我力啊，有一个liberal 的这个神学的解释说。因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热恋，所以这个性生活过于频繁，所以呢精疲力尽，所以就用葡萄干要增加他力的意思所以呢这个解释就混乱无比啊。然后但是呢，不可否认，所有人都注意到在这个第四章和第五章这里边的的确确是性的这个很明显的一个对，我忘记掉，你们如果有圣经你们可以拿出来，等一下我要念这么美的，我们不应该这个
看了一下什么这个 PPT， 然后就过去了啊。这几个数字我们应该读出来。那到底是为什么呢？现在的近几十年的这个圣经的研究帮了我们大忙，就是原来呢，发现这个希伯来文学的结构啊，你们看，它的这个都是对应的，你看到没有？那第八章跟开头的时候是怎么样 ？A A B B C， 那这种叫做这个交叉平行结构，那所以它是这个两头是对称的，然后中间才是它的那个结论和高潮部分。那这种的写作，那在旧约圣经里面是非常多的。这个现在已经是一个研究圣经很重要的一个 approach， 就是去发现希伯来文学的这种手法。希伯来文学有很多的特点，这是其中一个很典型的，很少别的，就说比较有也有找出乌加列的，还有埃及情歌啊的对比，但是基本上的希伯来的这种文学的结构用法，他们特别喜欢这种表达，特别是诗歌体的时候。希伯来诗歌跟中文诗歌有很多的这个不同啊。我们在形式上，中文的诗歌在形古代的这个五言七言，在形式上可能是世界上最完美的形式。我们每一个字都要对准的，对不对？像我们中国那种从诗歌发展出来的这个对联那个对仗是非常非常工整的。而且我们对这个读音的每一个音节的这种什么平平仄仄之类的是非常讲究的。那这个希伯来诗歌里面呢，也有非常形象的对读音非常非常的这个就是说注重的。雅各书就是其中一个例子。那讲到这个亲嘴的时候，那个读音读起来就像亲嘴的声音。不过我希伯来文很糟糕，不知道为什么，就我很喜欢希腊文，但是不太喜欢希伯来文，所以这个我常常以奥古斯丁的话来自我安慰。奥古斯丁说希腊文当你足够认真的时候，基本上可以学到可以用来研究圣经的程度，至于希伯来文，那就是不是人类适合学习的语言。所以那个希伯来文就叫什么学不来文但是现在的那么多的你们知道富强弟兄在三一神学院念旧约博士，天天跟希伯来文打交道你们就问他。好，所以呢，这个雅各书呢，这里面的文学结构它里面有很精美的这种文学结构在里面。我看到有一个人台湾有一个人，他写的这个博士论文他呢也基本上更加简化一点，所以比较发现了这一点。但在中文世界里面，研究雅歌最出名的是黄朱伦教授。那他呢我有很早了，大概14-15年前我听过他讲这个雅歌，他有给我一张纸，但是我找不到了那张纸呢，它的结构非常的精美要比这个要更加精美。但总而言之，你会看到这个爱情的圆满，就是这个圆谎之歌就是在这个地方所以雅歌书里面所表达出来的感觉上好像这个对身体接触之类好像是很随意的样子，实际上不是的会你们知道这个雅歌书是对上帝创造的婚姻，就是所设立的婚姻有最为优美浪漫和崇高的描写。 OK 我们知道张信哲唱一首歌叫爱只是一个字，对不对我说爱不止一个字对，路易斯帮我们说出来的爱有四个字这个爱呢有四种，这前面三种是我们圣经里面经常会解释圣经的时候经常会提到的但是第一种呢，这种 affection， 你们知道美国有一本非常非常有名的书就是Jonathan Edwards 他写的叫《论宗教情操》的那个情操 affection， 那个关于宗教的这个情操，讲到这个亲爱，讲到亲情的，讲到那种
最自然最自然的那种关系，在路易斯看来是一种最自然的，那最没最不具有欲望性的那种交往关系，亲人之间啊就是这样。那第二种呢是友爱，那友爱是一种啊是非常崇高的，大家知道在古代的很多哲学家都写过这个论友谊，是他们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篇，特别像罗马的西塞罗，那友爱呢大家也都明白。第三个的这个 eros 就是这个情爱或者是性，第四个呢就是 agape。 这些字有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英文写作比较有一个其中的一个技术就是怕重复，对不对？你老是用一个字，那就是要么就是你这个那个字是你整本书里面的 keyword，要不然就是什么，就是你根本就没有这个 vocabulary， 对吧？你的词汇量根本不行，那所以呢你就不停的用那个字。那一般呢避免重复，在希腊文的写作那也是这样，希腊文真是太优美了。那希腊文呢它在用这些字的时候，有的时候它是softness， 应该是 softness，不自私的，不自私的，对呀，然后累，然后呢，就是说这几种的用法，它有的时候会互相的这个用，但是呢，用这四个字，它的确有一些的基本的这个区别，比如说你很少有 agape 用到这个 eros 两个交换，但是 agape 跟 philia 两个就有经常交换。很著名的这个约翰福音21章，耶稣问彼得你爱我吗，那个用 agape， 然后彼得回答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 phileo， 那但是呢那耶稣又问你爱我吗，结果呢这个彼得又很忧愁，又回答这个耶稣这个 phileo， 后来呢这个耶稣呢就好像什么迁就了彼得，第三次问的就问彼得你爱我吗，用了 phileo， 然后彼得也回答说爱 phileo， 但是其实他的意思都是一样的。这个有很著名的一本书叫《De Carson 再次解经错谬》，对这个希腊文几个爱的这个用法，它有非常精彩的这个论述。OK， 我不太多再讲这个圣经神学方面的这些。OK， 那就是在雅歌的这一个关于爱情里面，那我们会看到是有情爱、友爱。和那种无欲无求的亲情的和那种所谓的圣爱，那都会在里面。所以我们在感情里面它不只是一个，只是一种，我们是一种一个类型或者是一种感情的因素，我们是有一种混合的。其实我们从某种角度来讲，人为什么两个人相处会出很多问题呢，就是可能是某种缺少了爱的某种元素，对不对？那么在雅各书呢，如果你今天要来想要听一听你谈恋爱就能成功，我会很让你失望。就是雅各书呢，我不想再比较这个详细的去谈论雅各书关于这个谈恋爱的过程啊等等啊。但是我要说有几个简单的这个应用，我最后要谈论一个从这里开始要谈论一个神学问题。我在这几年一直都在思考一个问题，这是题外话，就是我觉得淫秽啊，福音淫秽有的时候对基督徒有一点不就是有一点忽略就是我们的一些的比较深一点的东西呢，在讲道里面不能在讲座里面也往往以照顾到福音朋友为主，但是我想其实可能有超过一半有一半是基督徒我一直在想为什么不开一些比较深一点的课，深一点的讲座，像弄一个三维体的这样的神学讲座，那可能会但是我今年我接到一个营会的邀请，很让我兴奋，你们知道他们组织的这个杭州的一个大学生营会，但我目前没有办法去，时间他们改到以后。
但是他们呢办了一个营会，他们请我讲什么呢？讲神学。哎，这是第一个啊，第一个请我主讲，而且呢他说就让我一个人讲啊，讲三天然后就是讲神学啊，啊讲神学啊，我真是很高兴啊。其实啊，有的时候所谓的这种福音和这个造就神学都是没有办法分开，完全分开。讲神学里面有福音，讲福音里面是有神学。我这样讲呢，这是唐崇荣牧师的观念啊，但是我同意这个看法。其实我们所谓不没有办法做非常严格的这种区分。那在雅各书里面呢，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恋爱原则，就是两情相悦。两情相悦呢，不可能是同时的，啊，总说这种情况几率是很低的，对不对？彼此各看一眼的时候呢，同时都看上了对方的这种啊，这种可能性很少。总是有一方是先什么，先有好感，对不对？啊，雅各书呢，跟古代的，也许说跟我们中国传统的不太一样，是女主角更主动。嗯，当她看见一个啊帅哥出现的时候，然后她什么反应呢？她说愿他什么？与我亲嘴，哇，这么直接、啊！你们看到雅各书的第一章第二节说什么？愿他用口与我亲嘴。他只是人家看了一眼，然后就马上就说啊，亲一口，那怎么回事呢？这实在是太不 classical， 这意思 too romantic， 对不对啊？所以那个伯恩斯坦在讲音乐的时候，他说讲什么是 classical。classical 就是一个人，他的一个gentleman 见了一个这个女生啊，见了一个 lady， 然后是怎么样呢？就说哇，然后形容她啊非常什么高贵优雅之类啊，然后说了一大堆。其实意思就是说哇，其实你的眼睛是很好看的啊，但是呢他不要这么说，要很复杂的修辞。然后呢，这个是什么叫做 romantic 呢？romantic 就是说当看到的时候呢，用那种最极致的形容词，你就是天仙下凡啊，你就是啊，啪，那就是什么叫现实主义呢？就是说哇，你的眼睛这么好看这个叫写实主义啊，不是现实主义啊。OK， 那在雅各书里面呢，这个女主角好像什么啊，是现实主义，对不对？哇，这个太子跟我亲一口就好了为什么会这么直接？但是你会知道，原来这种愿望是美的，这是很多人没能想到的。当一个人看见一个人出现想要跟他接吻的时候，原来这是一个很美的冲动，你能相信吗？我相信很多基督徒如果看见第一个这样念头，你会什么样？主啊，赦免我那在这里面为什么是一个非常美的冲动呢？当然我们知道，如果你是你是已经谈恋爱已经结婚了，肯定要求主赦免了。但如果你是一个处于一种什么所以你在一个是你的目标然后呢你也是自由身，在这种情况下，原来要想要跟那个对方有这种亲密关系，这是一个美妙的。但是我们要注意的，对方什么反应？圣经说了，我们亲一口是美的，反正总之这就是我的目标，我不打目标不罢手那对方的话就是说，对方你要知道对方什么反应，这很重要。所以那个对方一直呢很害怕一直呢这个什么，用只要你说什么时间我们有没有一起吃饭，那对方用各种这个理由总是什么叫什么回绝了，总之就是逃避然后呢但是你又怎么做呢？你说我要穷追不舍所以这就是不是雅各书的教导我们的。雅各书呢，你有一个愿望，那要看对方有没有愿望，对方有没有愿望，那我们知道这个情节的发展，对方什么？对方也有愿望。
所以叫泥这女子中极美丽的，其实她是很黑的。啊，因为那个第六节说了什么？他说你不要因为黑，你们别因为我黑就小看我啊。那个女孩对其他女孩说，你们不要因为我黑啊，认为怎么样啊？可是呢，这个男子说是你这女子中的极美丽的，这叫什么？情人眼中，啊，他也看上了，啊，那是不是这就是爱情了呢？啊，不行，还要带给母亲看看。所以你们知道，在雅各书的恋爱里面有很深的跟家庭的这个关系，所以不是两个人然后就什么比翼双飞的，然后就开始什么啊，所谓玩这个失踪也好，私奔也好，而是什么？而是要请父母大人啊参照参照。啊，你们知道这个。现代所谓恋爱自由以后，基本上就是害怕被父母知道，这真是一个伦理上的悲剧。父母有没有问题啊？当然有问题的，不然会怎么会有梁山伯祝英台的故事，对不对？那但是不是每一个都有问题，但是或者说有问题，你要让他表达什么？有问题。啊，我碰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姑娘，然后呢，她有一次这个跟一个人谈恋爱，然后教会里面人反对，父母反对，什么人都反对，然后结果她就到了这个找她以前的这个辅导老师那个牧师，就问她，她说我谈一个恋爱为什么这么多人反对？她说你请你帮助我。他说我为你祷告，啊，然后呢，他就问他，他说你祷告了没？你为这个事情祷告了没？他说我没有。他说我从来没有为我这个谈恋爱祷告。他说为什么？他说这么多人反对了，我怕我祷告了，上帝也反对。他说我干脆不想知道。那所以雅各书，他不只是他们两个人的事情，他们会把它带在什么呢？是在原来的这个家庭里面 ，OK， 这里面呢有很多这个交往的智慧。好了，我想缩短时间到比较紧张的部分。那结果呢，这个两个人的关系一来一往有各种冲突啊，有各种冲突啊，有各种不愉快，但是呢也有极为甜蜜的那种交往的经验。然后来了，然后有一天呢晚上呢，那个男的呢。然后悄悄的来敲这个女的的门，啊，在外面敲门，不晓得是什么样，可能敲敲门的，啊，是你吧？然后怎么样呢？结果呢，这个当这个男的来敲门的时候，这个女孩什么反应呢？在第四章的我们看到那个女孩什么反应？说回去吧，不要来我这里了，我已经睡觉了啊，你不要打扰我了。这个男的。很受打击啊，为什么？明明白天跟我还是甜言蜜语的，对吧？啊，这个情意绵绵，为什么这个晚上变了个人似的？啊，说话这么直接，这么硬，到底怎么回事？结果那个男的就要打动啊，据说所有的这个女性呢，都容易比较的有这种母性的天性，所以这个男人装可怜的时候就比较容易打动，所以这个男人就说了，我的头发已经被露水湿透了。啊，然后我多么的思念你，反正总是在外面啊讲了一通的这个情话。那女的说，总之我不开门，祝你晚安。结果呢，那个男的啊很伤心的。结果后来呢，半天没声音了，好久没声音。然后这个女的说，怎么回事啊？真走了吗？啊，结果他就起来了，起来开门，发现不见了。哎，他想这回糟了，他肯定失恋。所以呢，他就去找。那时候什么地方找他？就去大街上，他肯定去酒吧了，啊，要不然后呢就去各个啊这个西苑啊，还有什么地方去找他？他说你看见我的那个恋人没有？结果没有。哇，这段故事很让我感动。嗯，你们知道啊，这段故事寓意解经啊，不晓得赚了多少信徒的眼泪。说耶稣三更半夜来开门，你为你懒躺在床上不起来祷告，让主伤心，然后让主不见了，是吧？okay， 但是呢，你从爱情的角度是完全不同的，
我告诉你，这个女孩子真是有智慧和勇气。你们知道，如果她开完会是什么结果？大家都知道。所以啊，三更半夜孤男寡女，肯定不会做出什么好事情。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她就能拒绝他，这是很少人能做到的。通常一般意义上，据说，当然我不这谁也不知道，也很难这个。当然有很多人喜欢，像哈佛大学他们很多喜欢做这种调查和研究的考据的，就是说通常在性方面男人是比较主动的，所以这个女孩的这个智慧的这个拒绝，这个真是不得了然后呢，这个男人失恋了就会怎么样，容易放纵。容易觉得他不爱我了，然后怎么样然后就去什么，就用有理由自己这样出去鬼混一番。但是呢，他就到处去娱乐场所找，他发现什么？他没有，到哪里了？哎呦，这么晚已经回家了。所以这个好男人超过他的想象。真是这段故事真是很感人的。但是从这个寓意的灵异的解经是完全的不同的效果，所以这个雅各书他们的这种关系，那种彼此的相熟、信任、两情相悦，而呢这个女孩子说这个男生说什么？说你是什么？你是谷中的百合花，对不起。他说我的佳偶在女子中之中，百合花在什么荆棘内。他那个女孩子说我是谷中的百合花，但那个男人就补充说是什么？是荆棘中的百合花。荆棘中的百合花，一朵百合花在荆棘中，那什么意思？太突出了嘛，太与众不同太过于什么那个出类拔萃。然后呢，这个女孩说这个男孩子 是什么呢？说我的良人在男子中，这种什么苹果树在什么树林里，但苹果树也没那么高大，不知道什么意思总而言之，这两句的对偶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彼此都认为比对方都是什么，对他而言都是极为独特你们知道这个真的很多细节我不说了。然后呢，这个男孩子说这个女孩子什么？女孩子如同这个什么凤仙花这个中文翻译为凤仙花，这是太误导人了我们以为凤仙花又像凤又像仙一样其实凤仙花是什么花知道吗？是鸡冠花。鸡冠花见过没有鸡冠花可长得可不怎么样当然我有人说只是因为你审美的境界不到嘛。鸡冠花是长得很粗，然后长得很大，红彤彤一大片为什么一个男人说这个女孩子你是女子中的鸡冠花，她很高兴呢你的先生这样称赞你，你会高兴吗？说你就是什么花朵中的鸡冠花真是岂有此理，对吧？我那个可能你的结果回敬说，对，我就是一朵鲜花，是吧插在牛粪上但是你知道为什么？因为这个语义，诗歌的语义，它要表达的是它这个鸡冠花长得那么粗一大片，是指的在所有的女孩子中，她一眼看到的就是她，她太夺目了。其他人是什么？视而不见。其他人就像不存在一样，这叫什么？我的眼里只有你，所以你是机关花。就他们的这种相熟、欣赏和两情相悦的这种感情，我们知道基督徒的爱情不是说我们是基督徒，所以你愿意娶我吗？愿意，好，那结婚吧那结婚以后发现说主说结婚了不可以离婚，那认命吧不是这样，我们是可以有 romantic 的那种感情，但怎么个 romantic 法呢sorry 这就没有标准所以因人而异你认为很浪漫的，但对方可能认为是
啊，是什么？啊，我曾经听过一个电台啊，关于这个讨论浪漫的这个话题，我十几岁、二十岁那一段时间，我受浪漫主义影响很深，啊，所以天天听什么舒伯特、柴可夫斯基这一类的音乐，嗯，然后呢，这个广播电台就讨论啊这个浪漫的话题，然后说女生希望男人回家怎么样是浪漫呢？你们看过美国一个电影，有个男的每天这个下班回家的时候呢，然后这个给他太太一个玫瑰，然后他太太接过去以后就扔到垃圾桶里，那然后说浪费钱，满院子里都是玫瑰花，啊，为什么还要每一朵？然后那个男的呢，死心不改啊，每天还是这个习惯性的动作，然后每天呢，他们每天的一个不变的动作就是递过去玫瑰花，然后他看也不看，扔到后面垃圾桶里，因为对他来讲，这可能不是一种什么浪漫啊，我听到。杭州、上海的不同的这个听众的这个反应的这个广播电台讨论反应的时候，很让我吃惊。杭州一个女孩子说：“什么对我来讲，什么是最浪漫？男人回家替我洗碗，那就是最浪漫。”啊，那这是每一个人不同啊。我相信这种浪漫，大多数男人还是浪漫不起来的，对不对？OK 啊，当然有很多是例外啊。OK， 我讲的是。我们的感情生活不是索然无味，上帝的创造里面有很多优美的，是我们可以去发展和享受，和去像雅各书里面的这样表达出来的。OK， 那么雅各书里面的这个爱情里面很重要的是一种生死的盟约，他们说什么呢？说除非死能够什么？把他们分开，等等。那什么时候啊？雅各书啊，你们都基本上没有这个问题的。我以前教中学生啊，讲到雅各书的教圣经，讲到雅各书的时候，中学生摩拳擦掌。为什么？因为他谈恋爱要讲谈恋爱了啊，所以呢，他们就等待我讲这个谈恋爱。他们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啊，就是什么时候能够恋爱啊？我知道他们这么想，所以我就说我说啊，你们不用 ，don't worry 啊，不要担心。在我看来，什么时候都可以谈恋爱的。他们好高兴啊，因为基本的主日学老师对他们就说：“我告诉你，大学毕业以后才可以谈恋爱，对不对？”他们竟然说：“初中也可以吗？”那有个学生就是很胆小的问：“老师，我们现在也可以吗？”我说对我来讲没有什么时间限制的，但是呢，我说你满足我几个条件就可以。他说那说吧，赶紧说。我说第一，身体发育成熟，这是雅各书说的。他说小妹两乳尚未长成，有人来提亲怎么办啊？这不可以，为什么？你还没有长大，怎么可以结婚？所以我们谈恋爱准备要结婚，结婚就要求你什么？身体发育成熟。你不能说我谈二十年以后结婚不可以。所以呢，身体不成熟你们就不可以你们就不可以谈婚论嫁。谈恋爱其实就是谈婚论嫁，然后中间插入一些什么诗句而已。OK， 那结果他们就很失望啊，说是所以雅各书教导身体成熟，因为基督徒谈恋爱意味着你准备什么？准备尾声，准备谈婚论嫁。所以什么叫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我昨天提到了我的诗人朋友齐宏伟，他有一次接受采访的时候，人家问你怎么看现在这种爱情观，作为作家这种爱情观，他说什么爱情观？这就是流氓。他说只想占有而不想负责任，然后就什么就是不必要天长地久。他说这是流氓的做法，还说什么爱情观 ？OK， 所以这个里面强调这种责任。然后第二，我说你要独立，圣经教导你要离开父母，你不要结了婚了，然后天天来什么来父母家蹭饭吃，然后呢这个什么自己没有办法这生活自立孩子换尿布还得老人来帮忙，我说你要生活独立，离开父母，离开父母不是因为你长大了一定关系不好，而是指你要独立。你不要成为啃老族，我说你还可以结婚。
这个离开父母还不仅仅是指你有一份工作可以养家，还是表示你有一定的社会的这处理这种各种关系的这种智慧。因为你成为独立的家庭，你就要开始承担作为一个 leader， 男人作为一个 leader 的责任，女人要经营这个家庭的责任，那你就需要有独立的智慧来处理这些问题。不要想着整天结婚了，结婚是什么意思，就是两个人到处度蜜月，不是这么回事。那意味着你就有一定的成熟，你才去准备去结婚。你不然的话呢，你就会遭受很多痛苦，然后天天怨天尤人，为什么这一生为情所困。 OK， 好，那我就想从这里我们延伸开来的最后的结论就是，我们为什么人与人之间有这种爱，路易斯说这是因为我们在人的身上看到有上帝的某些爱的特质，上帝的某些伟大的品质，所以呢就吸引我们去爱。但是我要更深的来解决这个问题，在为什么爱情婚姻，为什么这个是我们基督教的话题里面很重要的，或者是一个很深奥的一个话题。犹太教的拉比里面其中有好多派，有这比较有代表性的法利赛派，里面光法利赛派里面就分成七派。那这七派里面呢，有一派呢叫做这个低头派，那叫另外一名叫柱子派。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个走路的时候不要看，为什么？因为总是有女人来来往往，然后会引起他这个的这个不好的这个意念，所以呢就应该怎么样呢？就应该这个不要看，所以他们走路总是低着头，结果经常撞到柱子，所以他们就叫柱子派。然后呢，有一次呢，有两个犹太神学家呢来辩论，他说我因为敬畏上帝，所以我总是不看女人，所以我走路总是低着头，这样来训练自己。那个，然后旁边那个神学家说有什么用，经常跟女人撞在一起。他说我看见那里，特别是长得漂亮的女人，他说我马上就低头，然后怎么样呢？他说我就赶紧的去躲避她。然后另外一个犹太神学家就洋洋得意说，他说我看见一般的女人就看一眼，漂亮我就看两眼。结果那一个低头派说你简直无耻他说你想到哪去了？他说你的心里你的心里才龌龊。他说你以为我看两眼是干什么？他说看第一眼是哇这么漂亮，看第二眼我开始赞美上帝。因为上帝竟然创造了如此美丽的人。他说你懂吗？结果那个低头的还是不懂啊。这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神学的区别，就是人是上帝创造的，人的愿望，人对美，人对你看见美的男人或者女人你有欣赏之情，这本身不是罪恶。圣经说什么叫可以不可以动淫念呢？意思是看见一个人然后就处心积虑的要跟他发生性关系，这个才叫动，才叫犯奸淫，不是只看一眼这么漂亮然后马上就你就有问题了。马丁路德说了一句话叫什么？叫做你不能够禁止飞鸟从你头顶飞过，但是呢你可以禁止飞鸟在你头顶搭窝所以什么意思？你看见一个漂亮的人，你对你有吸引力，这是难免的，但是呢这个要在你的心里面然后生出一个诡计计划，然后准备去跟他犯罪，那这就是在你头上搭窝。那所以当看到美的时候，你不是直接想要怎么去占有，而是你懂得是上帝的创造，我去赞美他的时候，你就克服了这个欲望的问题。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人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我们，他是这个创造的人，是上帝说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来创造，意思是用上帝用复数来表达，复数的人称来表达我们被造，我们人是有一种 community friendship， 我们有个 relationship， 就是人被造注定不是单一的，而是有一种关系的，有一种社群的。所以当亚当，我们注意在还人类还没有堕落的时候，亚当他一个人的时候，他感到什么？感到独居，感到有孤独感。
因为上帝创造的人就是一个群体 community， 这是上帝的形象赋予我们的灵魂深处。所以只要你没有这个 partner， 只要你没有这个 friendship， 你没有一个很亲密的所谓的 soul mate， 你永远就会孤独。所以呢，你需要找到这样一个朋友，一个伴侣，一个先生，一个太太。所以这是上帝创造里面我们人的必须的。但是我要讲到最后一个，就是讲我跳过那个，就最后讲的一个神圣友谊的部分，就是但上帝透过这个人对婚姻感情债来唤醒我们，我们跟神之间那也有这种爱的渴望。所以当我们没有上帝成为我们灵魂的伴侣，你的心是空虚的，你会孤独，你没有办法在爱中得到满足。所以透过说为什么这个圣经把基督与教会的关系，上帝与子民的关系用婚姻来表达，就是指我们跟上帝之间也需要有这样一个亲密的关系。我要特别对基督徒讲，你为什么你的信仰里面你感受不到神在你生命中那种满足感？因为你跟神的关系是非常遥远和冷漠的。那就好像两个人虽然结婚，但是什么，但是没有一种一体的关系，而是什么，而是仍然是一种各自的。那么这样的关系对你来讲是一定会出问题的。所以你跟神之间如果不是那种亲密的关系，你就没有办法有那种自我的满足和那种实现感。所以雅各书真正要教导我们，在这种圣盟约中的这种爱，要引导我们进入我们与上帝在这种约中的那种圣爱啊。因此呢，因此我们就需要在上帝的里面，在这种神圣永恒之爱里面去建立我们的情感，我们与人之间的这种爱的连结。所以这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所谓雅各书里面的那个奥秘，就是人有爱情的渴望，人与人的人与上帝之间有这种爱的渴望。所以在这个中世纪有一个叫做伯尔纳的一个人，他写的这个雅各注解就表达这种所有的这种用来表达人与人之间亲密的关系，其实他认为啊是一种象征的，就是表达我们跟上帝之间是那样一种朋友的，类似伴侣的，就像夫妻般的一种关系。有些内容我不敢讲，但是如果是基督徒同工训练，我就会告诉你们，在灵修传统，在基督教灵修传统里面，用很多露骨的字眼来表达人跟上帝的关系，但这些不是指一种，保罗说的不是指什么，指人的肉身，而是指基督与教会那种奥秘。保罗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成为一体。保罗在讲到这个人的夫妻关系引申到基督与教会当中，这是极大的奥秘。所以这种亲密的描写里面有人跟上帝那种关系的互动，我们跟上帝之间那种亲密无间的一种爱的连结。所以我希望雅各书能够引领我们怎么样去引领我们去正确的看待我们的欲望和来发展我们的感情，也怎么样来建立与上帝之间那种亲密无间的关系。好，我想就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这里来探讨雅各书里面的关于这种情感，关于这些爱的一些很微妙很奥妙的事情。我们知道这是从你而来，这是美善的，而当我们去滥用它的时候，当我们没有办法没有正确的去看待和管理的时候，就要得罪你。哦，主，求你自己赦免我们，无论在意念上，无论在身体上，我们曾经有过的过犯。而主，求你自己使我们能够在耶稣基督的救恩里边被洁净被重建，我们与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友情
在亲人之间的这种爱的关联是以恋人以在夫妻之间的这种爱的关联，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与你之间的这种亲密无间的互动，是我们能够和你的有这种密室中的极为美好难以言喻的这种这爱的沟通。主，求你自己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在你的创造中所赋予我们的爱，在新造中你所更新的我们的爱能够在这个世界见证出来，让我们能够在爱中被建造，让我们也在爱中被主你的喜乐充满。所以我们谢谢你，愿荣耀都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